亲爱的崔婷啊，我终于，我终于飞到红馆啦！Oh my god！ 请鼓掌 again。然后我的粤语真的是不是很行，刚才我已经背了好久，最后那个请鼓掌很有点慢一拍，有没有？但是你们很好，很棒，还是继续帮我鼓掌。这个鼓掌非常的特别，非常的重要，对我来说，为什么呢？我相信在场的粉丝们都知道，九年前的明天。本来是我在红磡的第一次 ，right？ 你们有印象吗？然后后来，宇宙好像开了我一个玩笑，让我那时候的那个身体状况出了问题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和大家见面。一晃就九年了，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形容的一种。感觉我等了好久好久，终于站在这个舞台。我相信在九年期间，应该就是发生了很多事吧，大家都知道。九年间，应该大家有一些朋友结婚生小孩，举手，有吗？哎，没有结婚生小孩的，就几个吗？真假的？其他都单身吗？啊，跟我一样，没事儿。九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。那除了一直保持单身的朋友们，那个结婚生小孩的朋友，我呢，我这段时间没有闲着，我有很多很多的改变，学了很多的才艺，变得很忙。我会种花，我会养猫，我会烤甜点，我会针织。然后最近还在学后空翻 ，but 等一下，这些东西并没有要在演唱会上面表演 ，OK， 放心。我在想，就是那么久没有来啊、香港，当然是要给大家一个很棒的演唱会。那创作歌手其实没有太多花俏的东西，you know， 我不能穿。什么紧身的，虽然这件衣服蛮紧的，然后我也不会跳舞，所以我只能用我的就是在音乐上的勤奋，你能带给大家一个很棒很棒的演唱会。这次我们的演唱会呢，真的有很多的进化，很多的改变，还有改编。最重要是你们要注意哦，我们全场没有 program。No program， 所以要先给我们身后的乐手们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掌。你们要 hold 住我们全场，要一直弹，一直弹，一直弹。所以呢，希望这次演唱会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。那我觉得好了，我们差不多可以 depart 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开始唱歌。那我们先从黑暗出发，好不好？我很喜欢黑暗，我会越唱越黑，越黑暗，但是不要怕，我在。这首歌我练了十年，你们听得出来吗？还 OK 吗？听懂吗 ？OK 哈，你们粤语实在太难太难了。但是我在想说，既然来到香港，还是要给你们个小彩蛋。我知道你们在等我唱粤语，我就给你们那一小段。算我爱你们了哈，对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好啦，哦，终于唱完那首歌，我一直好紧张要唱那首歌。OK， 其实好 ，Calm down，
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就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了。拿什么？我不能继续唱，因为我没有时间了。他们说不能唱 overtime， 所以我不能讲太多话，我就要一直唱。你们，再继续唱吗？真的？你们说 OK 啊？不可以 ？No No， 你大来。所有大家的那个 bucket list 啊，所有的那个 song list，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们的诚意大家有感受到，有吗？有吗？鼓掌。好，那走着走着，你看我们从黑暗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变成小太阳了，我现在是大家的小太阳，还习不习惯这样子的蔡健雅 ？OK 哈。OK， 偶尔悲伤，偶尔快乐。我喜欢现在的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出道到现在，真的就是成长了很多。从音乐上大家都可以看到，就是从愤怒的 rocker， 然后到唱悲伤情歌，我唱好多年的悲伤情歌。我知道你们很喜欢。I know， but you know， 有时候我们要开心一点。我这几年就是我花了。至少这几年真的重新的去认识自己，跟自己和解，然后希望可以把更好的自己带给大家，然后也是去面对世界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爱，更多的那种爱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爱自己的时候，你们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世界。那我希望带着这样子的爱，让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听完这个演唱会，我们就可以去跟世界 say hello， 然后给世界最悠长的吻。谢谢大家。请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v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